圣洁。即将高雄市盐城区城中城半楼火灾罹难者刑事来历，请鞠躬。再鞠躬。三鞠躬。历程请向后转，向罹难者家属致意。跟家属来表达慰问，好，那其中46位里面有3位是陆配，他大陆的这个亲人已经到台湾，那我们也会安排相关的这个家祭的这个仪式，那他们的机票旅费还有到台湾的生活的安排，我们市政府都会负起责任，那由我们高雄市政府来负责。